等一下，我和阿梅先进去，你负责留守。阿梅，进去以后你尽快找出关押蓝凤凰的位置，我负责在制高点掩护。你们两个都要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惊动日本人。好的，准备行动。 谢北辰君每天都能让我看到游戏，而且越来越精彩。我喜欢这样的送别方式。哎，知道。白将军，估计今晚的戏应该落幕了吧？哎，那您早点休息。
情况。朱内先生。
再见，同学们。哎呀，哎，总社长。哎呀，请留步哈，郑先生，刚才你的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。是啊，太精彩了。我相信，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这精彩的瞬间的。哦，历史是留给后人的，希望后人能用心领会。同学们，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辛苦了。同学们，请留步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一切就绪。击手，没有错了，就是他们。
小弟儿啊，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。南妹，快走！好，快！
快，快走啊！快点儿！白给路！啊！
Yeah!
倒是早说呀！我的钱呀，六子，六子！路边先生，集合你们这里所有日本籍和韩籍的妇女，到院子里来见我。长官，这个他们都已经休息了。长官，给你五分钟时间。别，我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出来！我出来！报告长官，全部通知完毕。快，快点走，快走，走。你还有几个呀？别催我，快了。什么的？
意思？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当中。金在梅，我希望你能自己走出来，免得伤及无辜。营区杀了一个妇女，谁也不能走，谁也不能出去。你听我说，我们有任务。站住！等等，我回去。香港行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，原来你们全部都是孬种。 Back， 出现了。别怕别怕，有我在。借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。是一个女人，吓到你了吧？你知道你让我受到了多大的耻辱吗？你知道你让我在同僚面前多么抬不起头吗？你知道我每时每刻都想着杀掉你吗？但是你竟然是一个女人，这对我是最大的耻辱。我要把所有的都还给你。
会把所有的耻辱都还给你。不开枪，不开枪，我走了，我真走了。哎呀！Thank you.
我在这儿呢，这儿。我没事，你们走吧。没事是吧？开车。所以你们必须加倍小心，避免感染。这位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拿下石井新一，把细菌带回来的。哦，不必了，就地销毁。好。Yeah.
什么那个？要保护石井一手的安全，刚才他就差点失去了性命，你不能再鲁莽行动了。班长，谁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？对不起。李丽，细菌的样本哪里去了？被那帮家伙抢走了。你就是这样来保护石井君的吗？石井医生是坐在您的车里。还是先回司令部再做打算吧。长官，先让石井医生上车吧。别动！巴格鲁！